知道这是什么饭吗？面条。对了，过生日是不是都吃面条啊？是。这个呢？披萨。披萨。错了，这是煎饼果子。这个呢？香肠面条，煎饼油果子，条。油条，蘑菇，香菇，香菇，这还剥开来嘞。咋的？俺姨刚给我打电话，过来给我打电话说俺那个最近那个姨住院嘞。我说不可能啊，我说因为昨天还是前天还打电话还联系来的啥事嘞没。怎么能住院呢？怎么然了？后我看他那视频，他可能就是那个叫啥阑尾炎，哦，那个不是那个说犯病都犯了，那个不是挺急的呀。把我忙的那黑夜我都没有看下视频，要俺姑姨不给我打电话说，我还不知道嘞。是啊，啊，那谁在医院照顾呢？家姨在那里，别的谁在那儿？别的也没人在那儿，还打个电话问问。问问吧。那现在咱也去不了，谁也去不了，又过年了，又有这疫情。没事，别担心，阑尾炎也不是什么大手术。不是大手术也得做一个手术哎。这不是着急的，我这时候也不能去照顾他。就要给他打一个电话，就要给他转个钱儿，我想要给他转个支付宝这嘞，是呗？反正转微信吧，俺姨肯定不收，甭管多少肯定不收。转支付宝了，不用他收，直接都到账嘞。我正好有他支付宝，反正是个信儿吧，对呗？支怎么付怎么，因为咱也去不了。对呀，也看望不了，叫他买点儿，叫给，老姨，看看老姨住院了。做手术了吗？视频呢是进手术室，你也没看他视频。我也没看，可能姑他这姑几天忙，看孩子。看孩子。对，转账。哎，正好是他名儿，是呗？给他转500块钱吧。叫佳怡从那儿买点儿，反正咱也去不了，反正甭管多少是个心吧。去不了。因为要是在家，是吧？在家有点啥事，咱们都在。对呀，还能对，还能互相照顾照顾。对。啊，打个电话，给佳怡打个电话吧。赶上这时候咱也不能去，那平时的话咱直接也去了。对。别着急，那个什么，阑尾炎不是什么大手术。有一个礼拜就行了。为了俺不是大叔，还得一个礼拜嘞。你吃吧，哥。哎，佳怡。梅姐。哎，你妈啥样啊，哥？还行吧，现在昏迷，感觉是现在睡着了，应该是。是啊。当时。哦，我刚知道，咱过来一给我说，我刚知道，不过说我还不知道哩，每天忙哩，我开会也没有顾上看，你妈拍那视频，我昨天前天不是还跟她联系来哩，然后突然间就住院了，对，就突然变成这个样，我说了，我都没给你打电话，怕给你着急，到底是你是大了。反正在那儿，反正你都是辛苦点儿，你妈等个看啥样，明个叫吃喝呗。估计不叫，人家也没说，反正今天肯定不能吃。是呗，那你看吧，到时候能吃喝了，我给你往那个支付宝上给你转了500块钱，反正一保险说，就是你给妈买点营养品。叫你妈补补，能吃喝了买点吃的，买点奶奶嘞啥来嘞。反正是现在快过年了，谁也去不了，又有这疫情，反正全靠你了。都转钱吧，给你都转了，姐姐。哎呀，没事，这是我一个心里话，我想转微信，你也不收，你妈也不收，我就直接干脆转支付宝就转了。哎呀。知道你非得收着，非得发着钱儿。哎呀，这是我一个心里知道了呗。俺姨生病了，我是给俺姨的，不是给你的啊。行，等他睡醒了，我跟他说他又得着急。
哎呀，没事嘞，这都是我一个心儿啊。嗯。嗯，反正你在那儿把你妈照顾好了，都这样，反正你也辛苦点儿，别谁也替不了你。现在特殊时期也去不了。该不是看收队啊？那不收队呗。嗯，那是。嗯。哎呀，在这儿，反正也在学校手术也是个手术。嗯。那你姐夫还在那安慰我说这是个小手术，小手术，人家说还得一星期。嗯。别没事了，我就问问你，看看你妈啥样的。嗯。那家难啊。现在在家里，那你在那把你妈照顾好点都这样，你也吃好点，保证最后你得着急上我生病了。哦，行。嗯。嗯。有啥事记得打电话啊，别。对呀、啊，你有啥事你记得打电话，保证自己也不说，谁也不说。嗯，没事。嗯，看你。主要是跟你说了，你肯定担心。你看，你知道了有。你不说俺心里不得劲，不说还不知道哩。嗯。你往后有啥事了都说点了都，别光自己不说得了哩。行。嗯。所以说你是注意身体吧，你个俺姐夫。嗯。这生病了太遭罪了。对，你在这也照顾好自己啊。嗯。嗯，有事了打电话啊，不要说，不要谁也不跟谁说，自己一扛啊。嗯，这那弄着吧。嗯嗯。嗯，到这吧。嗯，挂了啊。嗯嗯。我感觉，佳怡一说有事了，谁也不跟谁说，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。嘿呀，刚多点儿嘞，都自己扛了。别哭了。到底是长大了，也是。也是挺不容易的，哎呀。嗯。赶上这事儿了。谁也没跟谁说，我一说。就他自己在那儿。对呀、啊，我都感觉，哎呀，他都比聪聪大一岁的。嗯。抱回来，一切都会过去的啊。没事，我都是讲没挺心疼黑药的。咋的，西西，你哭啥的？等我领个了，明个再打个电话问问。嗯。行，也晚了，姐，刚知道。行。